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今日是新历的100财年6月13日，旧历的5月15日，礼拜一。新闻一开始，咱就先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的重要新闻。彰化县警察局举办庆祝警察的大会，颁奖表扬服务超过30年的资深民警以及模范警察等人，感谢因的辛苦。彰化县中医资讯会联合善心单位，伫个鹿港公所前广场举办捐血活动，现场还佫有准备防血礼品，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响应。新农种植署农民张周富选育出台农2号水蜜桃，唔呐适合栽种伫个平地，佫较有耐高温的特性，三期还佫比关山水蜜桃还佫提早一个月。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彰化县警察局举办庆祝大会，会中是来颁奖表扬彰化县30年资深执勤民警、模范警察、执勤交通人员等杰出警察同仁，总共有73个人，肯定按彰化县警察局2900多位的民警当中，得到这项荣誉的执勤人员。现在好。6月15日警察节，彰化县警察局提前举办庆祝大会。典礼一开始，也透过影片来分享警察同仁伫个过去一年来的辛苦。随后，县长王惠美是一一来颁奖表扬退休民警甲服务超过30年，以及伫个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同仁。县长王惠美表示，感谢同仁的努力，让县民有优质的治安和交通环境，会当安居乐业。彰化警察同仁伫个内政部各项评比，嘛都有真杰出的表现。今天庆祝警察节，首先还是要特别利用机会，谢谢吴局长带领着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为我们彰化县的治安、彰化县的交通在做努力哦。那可以说也是这个成效非常的好。我们在内政部的评比连续第15年拿到绩优。那今天呢，除了这个庆祝警察节之外，也针对我们有功的警察同仁来做相关的一个颁奖跟鼓励。那这一次呢，个人的部分大概有70多位的这个同仁哦。能够拿到这个序奖，那也有42个这个团体也拿到了这个奖，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们的一个这个用心努力哦，我想我们全民都看得到。王惠美强调，伫个防疫期间基层环境的辛苦，大家都看到，重视环境的福利，除了优先让第一线环境注意苗提供快筛试剂以外，嘛将环境健康检测补助金额提悬到6000元。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因为疫情关系，一直影响民众捐血意愿，所以为了鼓励大家踊跃捐血，彰化县中医资讯会联合真侪善心单位，伫个鹿港公所前广场举办捐血活动，现场准备了防血礼品，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响应捐血。彰化县中医资讯会每年6月份拢会来举办捐血活动，捐血车外面一透早都袂少民众排队捐血。资讯会也准备真侪丰富礼品，要来送予捐血乡亲。咱中医资讯会吼，每年6月左右会来举办着爱心捐血的活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护肺科欠血状况更加严重。感谢今仔日哦，真侪一透早就来排队捐血的爱心民众。你若爱心，不但会当救着真侪人的性命。同时嘛，予咱这个社会予挂侪希望佮温暖。吼，现场嘛准备真侪精美的礼品，要来送予捐血的民众。感谢咱所有中医的家人，佮真侪赞助协办的单位。受到疫情影响，恢复尽量真紧张，资讯会号召企业力量来协助。也予乡长及县长地方属性，真娱乐这段志工甲乡亲爱心。血库吼已经闹血荒了，所以讲吼特别吼召集一挂企业界大家做伙来共襄盛举，来办理这个捐血的活动。非常感谢咱中医资讯会
咱所有的志工，咱所有的顾问，来参与这次活动的所有人员呢，祝大家当身体健康，会当啊，咱就会疫情呢，赶紧来过去吼。疫情啊吼，愈来愈严重。咱中义慈善会啊吼，咱这关怀活动嘛无来停止吼，人员吼发挥咱的爱心啊，大家吼民众吼嘛非常的有爱心。虽然吼这疫情吼这么严重，因吼嘛一透早吼就来这排队关怀，嘛感谢咱的前会长吼，咱的蒋会长吼，搁咱的刘会长，搁咱的乡长吼，咱民意代表吼来关心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真侪所在拢有欠货状况哦。有部分所在即马剩无十天的迄个鞋带通去使用，嘛希望讲吼咱的民众吼，若是有经过啊咱的公所头前，还是讲吼每一个所在看到捐血车，拢会使吼来捐出自己的热血吼，来挽救捐出热血，来救着咱这社会，甲咱社会病院有需要的病人啊，用着咱这的货。面对经济已经升温，慈善会也来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关怀过程也拢全程挂嘴阿，让大家关怀做爱心，同时也当真安心。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港彩虹报道。特别进入关山水蜜桃的三季，一位新农种植组农民张九虎选育出台东二号水蜜桃，就适合栽种伫个平地，唔啦耐高温产量好，产期也阁比关山水蜜桃也阁提早一个月。就算今年的雨水真高，平地水蜜桃的甜度又原是真高，阁较重要的是口感阁脆脆，一点嘛袂输关山水蜜桃。日头不是很大粒，不过水分算是很有够，这就是新农种植主张九虎种植在分园成功栽培出来的台东二号水蜜桃。就算今年的雨水很高，造成很多水果的甜度下降，不过平地水蜜桃算是没受影响。咱这看到伊这头是用咱的改良出来的新的品种，因两面去甲伊下些，长了较长，你像最近啊落雨，伊的成熟较袂错。伊要会当讲像这落雨安尼吼，要当十到十三度啊，成熟要缩短，吼，爱过些大粒。这几年，分园农会积极推广辅导分园的农民种植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其中就包括平地水蜜桃，要让民众免等到暑假，就当吃到甲关山同款好食的水蜜桃。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水蜜桃隧道里面呢，这是我们的台农二号夏蜜水蜜桃，是我们平地水蜜桃，人家说细枝出大果，就是我们的台农二号的水蜜桃。今天呢，我们在漳州府先生这边看到的这个水蜜桃，其实是它剖开之后它的甜度非常够，而且是比较脆，不会烂烂的感觉。张九虎进一步指出，已经愿意甲农民分享种植平地水蜜桃的技术。高雄内底嘛，专工开辟适合一般民众参观的园区，透过休闲农业来行销分园。大专新闻，中山分园采访报道。河美高中特别引进智慧棒球训练系统，提供教练甲球员进行数据分析，了解训练的状况。广告了，咱做回来了解。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远东纺织展售会即日起，万件商品99元起，就在彰化福兴乡农会复兴路28号。明台高中全国竞赛常胜军，室内设计勇夺金，烘焙餐饮总冠军。彰化学子就读明台，技能精手，成就未来。明台高中距离近，车程短，3年免学杂费。报名专线04-2339-3071。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5月1日起，凯擘彰化04台晚上10点半首播。
迎回来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竹。明仔是拜二，也是旧历的5月16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伫个正北方，何时是早起9点到11点适合祭祀祭号。另外爱注意什么，咱做伙来关心。河北高中为了强化选手战力，特别引进智慧棒球训练系统，在这个智慧棒球内底放置真侪项的精密监测器，教练甲球员内当透过这内底的精密科技进行数据分析，了解训练的状况，进一步提升球员的稳定性。河北高中棒球队虽然是社团球队，但是近年来成绩真亚巴，表现相当优秀。为了强化球员的竞争力，河北高中特别引进智慧棒球的训练系统。台湾这边其实我们在找一些就是对棒球基层就是有意愿去扶植的学校。我们在台湾当地其实看到了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是其实我们有接触国外的球队，那也跟着当地的组织去配合。我觉得河北高中是一间蛮像美国的运动方针的一间学校，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它其实在球继续往高中往大学升上去的时候，其实运动是会协助你们让这整件事情是把路越来越走开的，越来越宽广的。智慧棒球内底有真侪多项的精密感测器，大概投球时阵内当侦测转速、转调、球速、规则等精准资料，提供教练甲球员进行数据分析，精准了解训练状况。真是做数据的。我们本身是做智慧棒球，它可以去录制你的数据，而我们希望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是，你跨两个国家，甚至是你跨像美国有很多州，其实你跨州你是可以去挖掘其他球员的，你可以去看到他的成绩的，而这些成绩可能从一开始是做升学的指标，慢慢变成可能是球队考核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使用数据去大幅降低人力的损耗，然后也让我们更多人可以被挖掘。近年来因为疫情影响，韩速球员交流舞台智慧棒球也首度举办为期8礼拜的台北高校棒球国际训练赛，透过数据分析来发掘基层球员的技达，为球员开拓更加快的棒球路。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溪湖国中第九届美术班毕业成果展，从今日开始伫咧埔盐乡立图书馆3楼的地方文化馆登场。这27位应届毕业生，透过西画、水墨甲书法的作品，来记录3年来学习成果甲转变，欢迎民众前来欣赏。在这个疫情冲击时代，可以顺利办理毕业展览，对溪湖国中美术班的学生和指导老师来说是很感动。共有27位的国三美术班的学生来参与，以上呢这些的作品总共有83件，这些83件作品中呢，涵盖了有西画、水墨、设计，还有书法类。这些作品中呢，都是大家用他们生活所学的一些创作的方式，还有他们所看到的、所见所闻，把他们的想法画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在引导他们创作的时候呢，都是希望他们可以从自身出发，这是我们在教学时特别所看学生不断强调的地方。成果展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埔盐乡公所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我们也感谢学校的老师、校内的同仁还有学生非常的认真完成了这么多的作品。那我们希望这段时间的展出期间，希望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可以一同来为我们的孩子加油打气，也给我们的孩子指导。那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西国栋孩子借由这个展览之后能够再次提升，让自己更好更精进。埔盐乡长柯文平以及溪湖镇长黄水珠也邀请对艺文活动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来这欣赏溪湖国中美术班学生厉害作品，也希望这个作品可以为来到这参观的民众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触。非常欢迎西湖国中第9届美术班和27个小朋友来埔盐展出，那他们的画作是非常美轮美奂的，然后希望各位乡亲在疫情的
紧绷之下哈，能够来补员哈，散散心，看看小朋友的画作，抒发自己的心情。西武国中哈，校长还有老师们的用心啊，这十一年来，他们这个给学生提供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学习哈，美术这个学习全环境哈，培育出很多的优秀人才哈，今天是他们的成果展哈，他们的成果那个。素描，还有我们的水墨、水彩，还有书画，可以说设计非常广泛哈。祝我们今天的成果展圆满成功。不管是水画、水墨，也是书法作品，拢好欣赏的乡亲，看到嘴啊开开，又落个大胆的表现方式，唔但让人研修学生三年所学，也让人看见学生无限的可能。大众华新闻林桂英、播音蔡宏报道。一位伫咧金门出世的艺术家陈华木，伫咧民国1901年按中华路中美术教师退休了后，就专心投入艺术创作。即马是专职的艺术家，即回陈老师应中华先画美学馆的邀请来举办个展，以狂草下的精彩作为展览的主轴。充分运用线条之美，加上用色大胆，是陈华木老师的创作风格。按中华路中美术老师退休了后的陈华木，专心专意投入艺术创作。这回应中华生活美学馆的邀请，举办创作个展。意境，也就是天马行空的意境里哈，能够让我的思想、我的心灵哈，能够无止境的去漫游哈。那这次的。都是用最简单的点线面符号色彩，来做一个构成。那这次的作品呢、很多都是多媒材，因为我感觉多媒材更能够有那种距离效果的表现。陈老师讲，这次是以狂草下的精彩作为展览的主轴，借由临摹唐朝书法家张旭的草书作为创作灵感，作品呈现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个张旭的狂草。我感觉它是粗犷无羁，这张我把它命名叫做狂草下的精彩。那每一个线条哈、好像是仿佛哈、是一个天空的一只宇宙的一只巨龙哈、苍龙。陈华木老师强调，希望借由展览传达生命光辉和生活美好，也期待观众会当透过多角度的视点来观赏连接自身的生命经验。大众新闻张向中华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您敢知影，这葱头唔来当替代猪料理，葱头的皮卖当作为天然的植物泥料，广告了带乡亲来看美丽泥布作品。我是罗一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3剂，一起做防疫。
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在葱头是咱新港的特色农产，除了会当作为料理的食材以外，葱头的皮卖当作为天然的泥料。新港乐林中心伫个滨江社区开设植物泥博课程，透过葱头的皮顶天然的植物性泥料，来完成一张又一张美丽的泥博作品。葱头是新港在地特色农产，除了会当食以外，其实葱头的皮皆当当作天然的植物泥料。新港乐林中心特地边基社区开始植物泥博的课程，多年校官完成独特的泥博作品。啊，感谢这个工作，给阮这个机会啊，边基社区的这个机会啦吼。啊，感谢这个课程甲夜宵啦啊，一定给阮。社区到帮忙吼，社区今仔这个机会安尼来用南部的课程啦，啊，就感谢啦。有酒精，喷酒精，戴口罩。哎，对，那个学员都很期待，可是现在遇到那个疫情这么严重啊，有的人都不敢来，因为家里有孙子。所以今天也少很多人。头一个步骤就是用米线拔出家己想要爱的形状，然后将米布倒入去已经煮滚的泥鼎当中。就是会丢到垃圾桶，那垃圾量会更多。那你知道了这个方法拿来染，染起来也真的是好看啊。是一个资源回收再利用，而且我觉得这可以知道了方法怎么染。那你要想下次你就可以自己买大块一点的棉布，嘿，把它染一染，可以当围巾啊。当头巾啊，嘿，都可以。当米布上色至少要半点钟，但护理老师也特别结合手艺专长，在等待时间安排劳动活动，甲学员做伙活动手骨、脚骨，做伙运动之类，确定得完趣味。台中华新闻叶芳有新港彩虹报道。暑假期间，各大各游乐园、各有风景区，总是会吸引大量的游客。不过目前防疫期间，也是要尽量避免去人潮聚集的所在。今麦咱就透过影片来甲观众朋友来介绍北台湾的户外潜水空间。炎炎夏日何处游？新北市平林区的好山好水不但孕育甜美茶香，区内几个秘境景点更是热情迎客。无论是金瓜寮茶香生态村，还是金瓜寮溪上游的九琼根清水公园，都因为位在群山环绕的环境中，就算是大热天时，户外温度就是比都市低了摄氏好几度，在这里野餐、泡茶、放空、呼吸芬多精都非常舒适惬意。平浅溪水里随时可见鱼群悠游，清水细水安全无虞，如此完美的秘境景点就在新北平林哦。永远吹不停的海风一阵又一阵迎面而来，新竹海岸线这里就算夏天日正当中也让人觉得凉爽。长达17公里的南寮自行车步道沿线串联渔人码头、鱼鳞天梯、红树林公园、香山沙丘和生态丰富的湿地海岸，沿线一望无际的壮阔海景让人忘却所有烦忧，无论情侣幽会、亲子共游都相当适合前来。喜爱亲近壮阔大自然的人，或爱拍照打卡的网美，都别错过这条拥有海洋、森林和沙漠美景的北台湾秘境景点路线哦。我是唐唐，今年今年几岁？4岁。台北市气温连年打破全国纪录，大热天里在北市中心就有个充满森林氛围的室内秘境，可供亲子同游，凉爽一下。华山文创园区里的亲子园地沐浴森林，这个充满森林风的原木室内乐园里，一大片的免费木质玩具体验区，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开心玩上一整天。有的游具和玩具不但好玩，还具有教育性和启发性。上升木球飞向月球，马戏跳跳跳，宝石叠叠乐，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流连忘返的亲子一日游秘境就在华山文创园区沐浴森林。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也可以来这边走走哦。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精彩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四下午4点的爱台湾 YouTube 频道。继续来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69公吨，平均的交易价钱是每公斤16.4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油菜上价25元，中价19.7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20元，中价16.6元，下价11.5元。
冬瓜上价16元，中价13元，下价7元；菜瓜上价33.3元，中价26.7元，下价19.8元。花菜上价53.9元，中价48.9元，下价28.7元。鸡蛋上价17.5元，中价13.1元，下价8.5元。包心饼上价17.5元，中价13.1元，下价8.5元。葱头上价33.3元，中价20元，下价15元。菜头上价15元，中价10元，下价8元。白菜上价27.5元，中价22.4元，下价12.5元。苦瓜上价60.9元，中价50.6元，下价22.2元。青菜上价60元，中价48.5元，下价26.7元。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地表以南是伫个迎风面脱散好，中部甲分加南的空气品质是伫个良好的范围。另外，天气方面，今日甲明仔两天要注意高温以及午后的雷阵雨。拜三、拜四开始，风面接近，落雨明显，各地高温大约会下降3度至4度。所以来关心其他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是今日的凯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想要盈利翻倍，开拓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彰化，因为有你而美好。每一个你都是彰化最美的风景。Made in 彰化。记录用心在这片土地生活的人们。5月1日起，凯播彰化04台晚上10点半首播。企业经营的现况，政府爱怎样？6月1号到7月31号，实施110年工业甲服务业普查，对产业现况进行专方位的体检。普查数据会当帮助政府制定政策。轰炸的时阵，卖挂普查完整。工商普查到顶来，台湾经济亮起来。5月18到6月底进行，马龙会当上网填报哦。没想到竟然有店家防护，那什么 AI 龙爪手水上漂乾坤大挪移都没有用。 AI 店家防护安全又安心，有电话主动告警， APP 及时监看，还能将事件自动储存云端，还有窃盗损失补偿保障超到位。这一定是砸大钱吧。每月只要999 AI 智能防窃安全看得见，0809-009-658凯擘带宽屏。